那你穿这个，我两个都不想选。嗯，我想看到妈妈回到年轻的时候的样子。我年轻时候我不是这个样子，就这样直接穿了呀，怕啥？那你可以啊，我又没露出来什么，就露个胳膊，又怕什么？怎么可能的事呢？你想问题。试试嘛，我们去试验试试。不是你这太那个了，穿一下试一下就行了，一会儿就换回来，就先试一试感受。我给你拍张照，留个纪念。儿子的心意，你试试嘛。对。好看，这怎么着？这我一片心意呢。不是，这怎么穿？妈哭了。不会吧？看过。不会吧？哦，没事吧？妈，哭了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妈，你这感动了吗？妈，你这感动了吗？妈。这样啊！妈，你现在一生都没穿过那样的露的。妈的，没穿过，这怎么穿？这不行，这就不行，真的。就是从年轻都没穿过。爸，怎么可能穿这样衣服？我们那个年代那么保守，那穿这个衣服怎么穿？你选衣服也不选好一点。你不要穿这个，这不能。你都把妈妈弄哭了。不穿，不穿，不穿，这不行，这不能穿，这怎么能穿出去呢？